那接下来呢？我们来讲一下，就上次我们是不是有讲到你的文章，你是不是可以分享，对不对？那分享的话，这边都没有分享的按钮，有看到吧？那如果说你想要做像这样子的分享按钮，要怎么做？要写程式，想了解吗？你就可以写程式，那就花钱，这样好不好？那因为现在是最后一堂课，所以我教你们怎么，只要按两下就可以放上去的东西。哦，今天的课都是按两下，你就可以把东西做好的东西，听懂吗？今天过后你就要付费了，很合理吧？我这边上课教你们按两下就可以做好的东西，我接训下课之后你要再学，请付费啊，听懂吗？好，那怎么按两下就可以做好呢？这边有个外挂，有看到吗？外挂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安装外挂，你点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来找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热门哈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啊，找一个叫做，好，应该是第二页哈，好，这个你们找这个叫做 ADDTONE Show Hunter 哦，就是。好，就要点一下这里啊，他跟你讲说，你可以就是有这么多的社群外挂，这样了解吗？WordPress 的好处就是它外挂非常非常的多，你只要想到什么杂七杂八、什么挖个蛇，你想要的东西它都有，真的，你有想到的东西，人家就想到，那人家有想到的东西，那就把它做出来，那你就会使用，那我跟你讲，今天讲的都是按两下，有没有？好，你看哦，好，点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再安装，好，再点一下启用，好，我已经做好了，看好，我启用，好，那你看哦，我的文章里面我就要重新整理，有没有？已经装好了。是不是可以分享到 FB？点一下，分享出去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只要在这个文章底下，每一篇文章我只要点进来，我就有分享的讯号，这样了解？我可以分享几个社群讯号？这么多啊？看你要分享给谁都可以啊。Like 可不可以？点进来 Like。登录人 line 就可以，那是什么？反正这么多，你可以分享啊，这样了解吗？Gmail 你可以分享到你 Gmail、Bing、Google 加，什么一大堆有的阿里不打的都有，那简不简单？两下就有了，所以这个它里面有很多外挂，你可以点一下安装外挂，然后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什么的，但是。它外挂呢，它有分免费的，但大致上大部分全部都是英文的，你要自己去看说它的英文的东西是什么，大部分都是免费的。但如果说它有一些进阶功能，它才需要去付费，这样了解吗？有些进阶功能才需要去付费，像说这边也有，Image Widget 就是这个呢，就是我有在用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旁边加上这种。图案的，想了解吗？比如说你可以装这个，Image Widget 那请装进来，然后启用。那启用之后呢，你可以在你的设定这里你的外观这里有一个小工具，
那这边就会有一个叫做 image 啊，然后 widget 这里啊，那你就把它拉过来，你可以把它拉过来这里啊，拉过来，比如说你要放在啊、这里，那他会跟你讲说你的图片，叫你去传一张图片。那像我来讲的话，我就是以这两个哈，那这个就是你的 line at， 这样了解吗？那上次是不是有跟你讲说你的 line at 把这个怎么放上去？还记得吧？应该忘记了。哎，那没关系，你就可以登录到你的 line 哈 ，line 点 me 里面，然后进来。那点名应该会申请吧？不会，请去看我的文章，啊，或是看影片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进来。进来之后，那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你看你要选择哪一个，有看到吗？啊，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好了，那这里就会有一个叫做账号资讯，有看到哈？啊，不是账号资讯，叫做账号设定。那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行动条码？有没有？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到这边，好，到这里啊，可以加入。如果说这个像这个啊，这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放进去的哦。那你可以把它另存图片起来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另存图片，然后到这里，然后选择，记得，那这个你就可以跟他讲说。如果说你想要再导购到你的另外一个网站的话，也可以啊。比如说你有另外一个购网站，那你也可以啊。那就比如说再放个进来，然后再比如说你有在卖牛肉面，那这边就可以打上线上购物。那比如说你的网站呢是在另外一个网站，那你就可以。重新整理一下，这里就会有一个购物网站，先了解吗？那你点进来，它就会连接到你另外一个网站这样子，那懂吗？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微点区哈，就小工具里面举的微点区。那还有很多啦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玩。在外挂这里有一个叫做安装外挂，那你们可以一个，你们可以看你喜欢什么，你们可以。有一些功能它是蛮多功能的啦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往往看哦，或者说像这个这种叫做这个叫做留言，这个叫做留言啊。什么叫留言？就是像这个
这个联络我们，或是这种邀约讲课，做这个选单。这种选单应该在俱乐部做应该蛮困难的吧？你要写程式有没有？不用，今天就是按两下就好了。就是今天过后就没有按两下这种事情。好，那就是选择立即安装，这样了解吗？安装。启用之后呢，就来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叫做表单，这里你会看到所有表单里面会有一个这个，有看到哈，那就编辑，好，那接下来很简单的，你只要会拖和拉就可以了，把东西拖进来，啊，这里呢，你看哦。名字对不对？你点一下，我给它设定哈，设编辑，我只要把这个改成姓名，按完成，那就姓名了。好，那编辑信箱完成，然后给我们意见完成。那你还可以怎么做呢？你可以加，有这么多，这样懂吗？比如说地址，你要就把它拉进来，完成，进来，啊，比如说你还要什么？啊，日期，啊，比如说你要是订购日期，可以点一下，你订购的日期是什么时候？那你看我发布，好，那我再回到哦，你看我再把这个短的代码复制起来哦，我把这个短的代码复制起来，有看到哈，短的代码复制起来，到这里你的页面不是有一个叫做没有做联络我们。好，做一个联络我们啊。我把代码贴上去就好了，这样了解吗？你看，然后等一下把代码贴上去，我先储存。好，然后我在这个表单这里哦，你看，然后表单这里所有表单，然后。把这代码复制起来，这里有新增表单，有看到吗？点一下选择这个，有看到，然后插入进来，好，把它更新一下。好，然后你看呢，我看有没有把这个表单放进来呢？选单，联络人有吗？我把它移上来，选表单，你们俱乐部有交过表单吗？没有，还没，好，没关系，我重新整理一下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联络我们？点进来。
只要把姓名、信箱、地址、订购日期，这个要不要写成字？要，居民要写成字，不用，你懂吗？给我们一件打打皮胶就有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很快。所以基本上网站已经快差不多要完成了，这样的网站收你们5000块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吧？光这个大图，你要做这个写这个大图就多少钱了？就5000、5000、6000块啦，对不对？我随时都可以换给你，你想换几个就换几个。联络表单写这个程式要多少？至少要5000、6000吧。我全部做给你，收个5000块，合理吧？合理吧？对不对？我把你加上送你社群讯号好不好？送你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不用钱的。好，来看这个。当然会啊，帮我做表单做什么？当然会啊，会寄表单给我啊。那我们还可以加入店面地址，还没加入进去，就看入 Google 地址就好了。也送你，购物车我也送你，好不好？全部还不来，那就可以收5000块就好了。那我花多久时间做？不到2个小时。老刘先生就做，好不好？